龚慈恩携子女出席活动，一家三口颜值高，18岁儿子是法律系高材生。7月27日，资深女星龚慈恩在个人社交账号上分享了一组近照，并留言透露一家人出席了电影《七人乐队》的特别场。事实上，龚慈恩女儿林凯玲是这部电影其中一位演员，为了支持爱女，一家人特意现身电影院观看特别场。22岁女儿林凯玲穿了格纹连身衣，脚蹬黑色尖头皮鞋，造型特别有范儿。她双手插袋，眼神犀利，看起来酷劲十足，不愧是专业模特。罕见露面的18岁小儿子林卓毅，身高足足有1米83，站在人群中格外亮眼。他的五官长得很像老爸林伟，帅气十足，一点不输娱乐圈中的小鲜肉。龚慈恩一家三口颜值真的很高，罕见同框的画面非常养眼。事实上，林凯玲和林卓毅不仅外形出众，读书成绩也很优异，先后考入了名牌大学进修。林卓毅高中时已考入了世界排名前20的学校，毕业后他如愿进入了国外名校读大学，目前是一名法律系高材生。问到是否有兴趣进娱乐圈，林卓毅表示，7月放暑假回来，最期待跟家人以及旧同学相聚。